你们有偷看被爸爸妈妈识破的经历吗？就算面对强大的威胁，你一定要勇敢，威武不能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们已经很棒了，相信我，学会合作，结果会更棒。游戏里的你再强大，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所以不要贪玩迷恋。如果你想做英雄，那首先要把身体练得棒棒的。小朋友们，演员还挂歌哎，一定要丢进垃圾桶里边。我们是歌手的时候都这样，超可爱也超麻烦，但是我们要真的要谢谢辅助，那很辛苦把我们养大。嗯，沟通呢才能解决问题，你关起门来是没有用的哦。你猜猜看，鲸最喜欢吃什么？没错，就是章鱼。小动物是用来爱护的，不是用来欺负的哦。嗯，榜单之后不要横冲直撞，追求刺激，安全才是最重要。哎，你会做些什么菜？好厨艺是可以练出来的。嘿，勇敢地面对你最害怕的事情，只有战胜自己，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。